欢迎光临，李经理。欢迎光临，李经理。早上好。两位需要点什么吗？这边是熟的面包，那边是还有一些点心，这边是那个奶制品。你先点吧。我不着急，你先来吧。小花粉，主编早。主编好。哎，这不是我的小花吗？你这个发型，这是到哪儿都认得出来呀。主编，你想要点什么早餐吗？这边有热咖啡。No。我是来抓人的。听说这家小小的甜点店都快成我们 Immortal 的分部了。在这么迫在眉睫的时候，你们两个居然还有心思在这里 party， 而且都不告诉我。没开 party 啊，来早餐店买早餐。主编，你还有事吗？当然了，你们两个跟我回去，走走走。主编，你的。谢谢你，谢谢你。一木，你先回公司，我还有话跟白副主编说。哎。哎，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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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